爺爺，生日快樂！哇，乖乖，哇，真係乖嘅。我哋買咗蜘蛛粉絲同埋雲耳啊，擺喺邊度好啊？擺入廚房得啦。好啊。爸爸，攞曬啲書出嚟做乜嘢？攞出嚟曬下嘛，我唔想佢哋生蟲啊。我哋過嚟啊。好，乖，好。你慢慢。 爺爺，呢本咩书嚟噶？啲字密密麻麻咁，又冇分段嘅。呢本系四书，系爷爷以前细个嗰阵读噶。啲字咁密，咪好难睇咯。以前啲书系咁噶啦，你哋过嚟啊。唔似而家啲书咁样分晒段落咁容易睇噶啦。我哋写文章嘅时候。 如果想将内容表现得更清楚，就要将文章分成唔同嘅段落，而分段嘅时候就要另起一行，低两个格写，等睇嘅人知道边度系一个段落。人生的段落，咦，手写嘅，老爷，呢本咩书嚟噶？ 呢本系我嘅回忆录嚟啊！你嘅回忆录，我哋睇唔睇得噶？得，咁啊得啦！你哋两个陪爷爷睇啊，其他书都我同妈咪晒得噶啦。爷爷，乖乖乖。咦，父子情深？呢一篇啊，系讲我同我爸爸嘅关系嘅。你爸爸，咁即系我哋嘅曾祖父？冇错啊！ 咦，爷爷啊，曾祖父经常出门做生意，好少留喺屋企噶。系。咁你有冇挂住佢噶？梗系有啦，我都唔知几想佢时时留喺我身边啊！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就谂到个方法留住佢。一早起床。 我就装肚子疼，父亲知道了，着急地问我哪里不舒服，并和妈妈商量，带我去找大夫诊治。我知道父亲留下来，心里非常高兴。父亲背着我去找大夫，我趴在父亲背上，忍不住对着母亲笑。母亲明白了。 指着我说：小骗子！我得意地摇来晃去，大声说：阿爹受骗了，阿爹受骗了！爷爷诈病，令佢爸爸留低陪佢，就系头先嗰段嘅大意。每个段落都有独立完整嘅意思，只要我哋细心读好每一句，跟住综合成段嘅内容。 就可以理解段落嘅主要意思。曾祖父知道你呃佢，有冇罚你啊？冇，佢仲留多咗一日陪我玩添啊！我记得嗰日晏昼，佢仲带咗我去钓鱼。下午，父亲和我到河边钓鱼，父亲放下钓钩不久，就有鱼上钓了。 过了一回，剩余的竹篓已经全满。至于我呢？忙了半天，还是一尾鱼也没有。我厌烦极了，想开一开心，偷偷从爸爸的竹篓里取出一尾鱼，挂在钩上，放入水中，然后大叫：阿爹，有鱼上钓了！ 父亲说：小心点，慢慢拉上来。我把钓竿拉起来，父亲看见那尾鱼，欢喜极了，而我则忍不住笑了。记叙事情可以按住事情嘅发展顺序嚟写，就好似头先嗰段咁，先写自己因为钓唔到鱼，于是偷偷地攞咗爸爸一条鱼。 勾喺自己嘅鱼钩上边，然后话条鱼系自己钓嘅，结果引到爸爸好开心。
只要我哋把握事情嘅原因、经过同结果，就知道事情嘅发展。攞咗佢条鱼都唔知道，曾祖父真系傻猪猪啊！其实你曾祖父知道我攞咗佢条鱼噶，不过佢唔拆穿我啫嘛。我记得嗰晚，佢仲一边陪我睇月光，一边讲故事俾我听。六点半前后，月亮在东方出现了，它是淡黄色的，又圆又大，可好看啊！我仔细一看，嗰几块黑影系乜嘢嚟噶？月亮上有几块黑影。父亲说，那是玉兔在捣药。九点多，月亮升到空中，银白的月光洒满大地，它上面的黑影这时变得像一棵大树。父亲说，那是吴刚在砍树。十点多，月亮升到高空，看上去比刚升起来的时候小得多了，可是更亮了。我正要父亲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但是母亲却要我回去睡觉了。六点半、九点多、十点多，是一些显示时间的词语，可以用来表示事情的发展。而刚才那段就利用这些词语来表示不同时间的月亮是怎样的。所以留意显示时间的词语，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情的发展。那曾祖父是不是很锡你的？是啊，你曾祖父和曾祖母啊，好锡我的。所以每逢我生日，我都会上香食素，纪念他们生育和教养我的恩德的。唔怪之得爸爸话唔使买生日蛋糕同你庆祝生日啦。咦，曾祖父成日都要出门做生意，咁几时留喺屋企噶？冇定噶，不过每逢喜庆节日咧，佢都会留喺屋企陪我嘅。喜庆节日，爷爷你中意边个节日啊？梗系过年啦，可以烧炮仗，可以斗利是啊嘛。呢，我呢本回忆录都有讲噶。爷爷啊，而家嘅过年同以前嘅过年有咩唔同啊？唉，争好远噶！以前嘅过年啊，都唔知几热闹嘅，节目又多噃。就算到咗正月十五一样，好多节目噶。正月十五有咩节目啊？有赏花灯啦，有猜灯谜啦，同埋点灯啦。点灯啊！我以前听人讲咧，就话正月十五会点灯，其实系点样嘅咧？点灯系一种习俗嚟嘅。因为佢个读音同添丁好似，所以啲人就攞佢嘅意头。每逢有男丁出世，都会点灯。每年农历新年到元宵期间，凡于过去一年添了男丁的人家，首先会在家里点燃花灯，跟着把花灯送到祠堂去。然后由族长作代表向祖先拜祭，象征族人把添丁的喜讯告知祖先。拜祭仪式过后，族人就会把花灯挂在祠堂的横梁上。点灯是有程序的，而头先那段就用了首先、跟着、然后、过后这些显示先后次序的词语来交代点灯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在段落里面找出显示先后次序的词语，就可以知道事情的发展了。爷爷啊，除了过年之外，你最喜欢哪一个节日啊？我喜欢中秋节，因为可以玩灯笼。哦，那教室有没有超人灯笼的？超人灯笼就没有，嗰阵时啲灯笼多数都系啲动物同植物嚟嘅，而且仲系纸扎嘅添啊！中秋节晚上，家家户户都挂起大大小小的灯笼，那会游动的金鱼活泼地摆动着尾巴，白里透红的莲花盛开着，散发出阵阵芳香。
可爱的白兔微笑着，向人们连连点头。中秋节晚上，家家户户都挂起大大小小的灯笼，是头先那段的大意。由于它在段落的开始部分，所以叫做总起。至于介绍有什么灯笼，同埋啲灯笼系点样嘅部分，就叫做分述。呢种先用一两句话写出段落大意，然后再详细说明嘅方法，叫做先总起，后分述。可惜啊，而家啲纸灯笼越嚟越少人识扎啦。嗯，系咯，爷爷啊，你有咁多书，你系咪好中意睇书噶？系啊。你爷爷好中意睇书噶，乜嘢书都睇噶。不过咧，我最中意睇嘅都系小说，尤其是系《水浒传》。我和大明都是水浒迷，《水浒传》像课本一样重要。我们的书包里总也少不了，不看也带着，晚上看了武松打虎。第二天回到学校，就会一起练聚拳。我们俩上学一快来，放学一起走，走一路，打一路，竹竿是勾镰枪，树枝是狼牙棒。我和大明都是水浒迷，呢句是总起，亦是段落大意。跟住写的，例如书包里面经常带住本水浒传，睇咗武松打虎就学打醉拳等等，就是分述。大家觉得先总起后分述呢种写法有咩好处呢？老爷啊，其实你读书读咗几年啊？我正式读嘅就四年，我记得读完第四年之后，日本仔就打中国，学校停办，咁我冇书读咯。冇书读咪好惨？系啊，好彩当时仲有一位老师留咗喺条村度，佢一有机会就教我读书写字。在那炮火连天的环境中，我们仍然坚持学习，没有桌椅。就坐在地上，把小板凳当桌子，没有黑板就用墙壁及地板代替，没有粉笔就用毛笔蘸水在墙上或地上写。最困难的是没有教科书，我们只能抄一课学一课。在那炮火连天的环境中，我们仍然坚持学习，呢句就是总起，而描写爷爷他们怎样学习就是分述。先总起后分述的好处就是内容的次序清楚，令人很容易就掌握到段落的意思。你看以前爷爷读书几艰难，想读都没得读啊。所以你们现在要好好珍惜学习的机会，俾心机读书，知唔知？我知道阿盛同阿涛两个好乖噶，一定会俾心机读书噶。喂，肚饿啦，翻入屋煮饭食。哎，煮饭食啦，去啦。文章是由段落组成，要明白一篇文章，就要明白每一个段落。如果大家认识段落的写法和特点，就会容易啲理解段落的意思，甚至全篇文章的主旨了。